很重要的一个物理量叫做 entropy， 啊，因为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所以我这一节啊，从头再讲一遍，啊，就说假如我们这里有一个可逆循环，这是一个可逆循环。那么我们在可逆循环的这个地方呢，做一个系列的等，这个是绝热过程，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做很多的等温过程，很多等温过程哈。如果这个当中的间隔都很小，就说我们分作好多个这种过程的话，那于是你看这第一个这个等温到这个绝热过程，再来这个等温过程，接着这个绝热过程，这个就是一个 cycle 啊。那么这个 cycle 呢，它也是可逆的，就是说如果它是沿着这个方向跑，这个方向走啊，先做一个绝热，再做等温，再做绝热，再做等温过程，这就是一个冷冻机。刚刚这边转这边循环的时候啊，它是做热机，那么回来就是一个冷冻机。因此啊，这四个过程就构成一个卡诺循环啊。当然这个旁边有四个过程呢，比如说这个等温绝热，等温绝热也是一个可逆循环，那也是一个卡诺循环。那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原来的可逆循环可以把它分作无限多个卡诺循环来看啊。那么因为卡诺循环呢，它的 TC over TH 是等于 QC 绝对值 over QH 的绝对值。那我们因为 QC 是从里头出来的，从引擎出来的热，它本身是负的，所以你要写成这个正常值的话，就是这个要加个负号，负负才会得正啊。好，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两项呢把它写成这个样子，那就是卡诺循环的 QH over TH 加上 QC over TH 那等于零哈，每一个卡诺循环都是像这个样子。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呢应用在每一个这个小的卡诺循环里面啊，每个卡诺循环也有这样的一个式子，比如说Q1 进来啊，这是高温的 over T1 那等于 Q2 加上 Q2 over T2 等于零啊。那第二个卡诺循环 Q3 over T3 加上 Q4 over T4 等于零，也是卡诺循环啊。那么把这些卡诺循环的这种这些值都加起来啊，因为它是无穷多项哈，这里无穷多项，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无穷多项和这个值把它写成积分式子啊，积分式子。那么因为这个是一个可逆循环，是一个循环啊，所以是一个 closed path， 因此这个积分呢就是这样子的啊，封闭积分，封闭路径的积分。但是要记得哦，因为这些值的产生是由可逆循环得来的，可逆循环啊，所以啊这个式子呢仅仅适用于可逆循环，不可逆循环不可以用啊啊。好，然后呢我们由这个从前我们学过的啊，就是说保守力做的功它可以写成 potential energy 的差，就是说它这个 potential energy 的意思就是说它跟位置有关，
是跟位置有关，是跟起初的位置与幕后位置的能量有关。所以像这种哈、啊、保守力做的功可以写成这样子。那么如果 I 等于 F 的话、F 就是 I 的话呢，那就是说这个跟你从 I 到 F 再加上 F 到 I 就是变成一个可逆循环，就是零了哈。以前我们讲保守力做的功，你做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又回到它原来这一点的话呢，这个积分等于零、由这个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可逆循环它就是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可以等于零，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单向的积分从 I 到 F 啊，就像这个从 I 到 F 它可以是未知的函数的两个量就是说这两个量仅跟位置有关，所以它呢仅跟 SF final 值S 的 final 值跟 S 的 initial 的值有关那我们就把它写成 S。 那这个 S 呢我们就给它的名称叫做 entropy， 现在只是给它一个名称那到底它是什么东西我们还不知道还不知道只知道说entropy 这个东西它的差可以用这个积分来做，但是这个积分仅仅只能够由可逆积分来做，如果不可逆就不能做。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自由膨胀free expansion 不可逆，所以它从 initial 到 final 也有这个值，但是你不能积分，积不出来好，现在呢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如果是一个不可逆过程的话，我们要如何来应用刚刚那个式子？不可逆过程不能直接用它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找一个可逆循环，这个循环跟我们原来这个循环呢有一些性质是一样的它的 initial 跟 final state 也是一样的找一个新的循环，这个循环是个可逆循环，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新的这个可逆循环来求比如说现在我们有 N 摩尔的理想气体在自由膨胀过程中若体积膨胀到原来的两倍，它熵的改变是什么低的改变是什么那你这个式子是理想气体自由膨胀，这是不可逆过程，所以你不可以直接用这个式子，不可以，不可以用这个式子，因为这个式子只能用在可逆循环所以这个不可以直接由这个来做，那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寻找另一个性质类似但是为可逆的过程，从相同的 initial volume 到相同的 final volume 再应用因为这是可逆过程那么它的 initial state 跟 final state 要一样，就是说这个体积当然一样了然后它的其他的性质就是起初过程，一个过程是包括 PVT Pressure Volume 跟 Temperature 如果 TIVIPI 跟这个 VF PFTF 都一样的话呢，那就是两个有相同的 Initial State 相同的 Final State， 于是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可逆过程呢来应用这个式子好，那么这个可逆过程要找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那我们就想我们学过哪一些过程跟这个有类似的一种状况呢？我们就想说，我们想这个，先看这个过程有什么特点。
自由膨胀，理想气体在自由膨胀过程中啊，我们说过，它那个盒子那个体积啊是固定的，它里头分作两个区域啊，然后让一个区域的气体跑到另外一个区域去，可是这个壳子没有变，所以它对外界不做功。然后呢，这个系统它又是绝热，跟外界没有热的进出啊，没有热的传递，所以这两个等于零啊，这两个等于零，我们就带到热力学第一定律里面去啊，那么我们就得到什么呢？UF 要等于 UI 啊，因为这个等于零嘛，对不对？啊，那么于是就啊，因为它是理想气体。理想气体的内能仅仅跟温度有关，跟绝对温度有关啊，好，我们就知道它有这个特性了哈，有这个特性。理想气体在自由膨胀过程中温度保持定值，所以我们就可以把理想气体在自由膨胀过程中不可逆的等温过，等温过，我们在这个不可逆，不可逆的过程，应该是不可逆过程了。不可逆，不可逆的这个，因为它 UF 等于 UI 嘛，所以它也可以说是一个等温嘛，哈。不可逆的等温膨胀，这个在自由膨胀过程中它是不可逆的，应用对应的理想气体等温过程，现在不是绝热，是等温过程了。等温过程我们说过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变化要很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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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它加一点点热进去，它等到这个热啊跟整个系统的热都平衡了，然后再加一点啊，因为它进行的很缓慢，所以呢我们就说它一定可逆。一个可逆过程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一定进行的很缓慢，很快速的话你回不来啊。像爆炸系统，一爆炸它就比如说汽油变成二氧化碳，你怎么让二氧化碳再回来？不可能，对不对啊？快速的过程不可能是可逆啊，缓慢缓慢的过程可以是啊，有可能是可逆。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啊，这个自由膨胀过程拿这个理想气体等温过程，等温可逆过程来算第一的改变啊，现在就是啊等温而且是可逆的过程啊，来算第一的改变。好，那么在这个对应的等温过程中，因为等温 dT 等于零 啊 ，dU 等于 dQ 减 pdV， 这是热力学第一定律啊。因为 dU 是 T 的函数，所以 dT 等于零 ，dU 就是零，于是 dQ 呢就等于 pdV 啊。我们知道这个值，好，那么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把 dQ 呢用 pdV 来带。over t 哈，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用 pv 等于 nrt 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啊，把这 p over t 就变成 nr over v 啊，然后这个就可以积分了，一积分就变成 nr natural logarithm 二啊 ，OK， 所以在不可逆过程中。因为这个是可逆过程呢，啊，可逆过程，可逆过程，我们看到它体积膨胀的时候呢，是正值。如果它反过来，从2VI 到 VI 呢？如果这两个颠倒，这就变成负的，啊，负的。所以，可逆过程里面。I 到 F 再加上 F 到 I 是0 啊，整个过程就是0。
可是如果是不可逆的过程呢，它只能从 I 到 F， 它只能算出这个是正值，但是你没有办法计算 F 到 I， 因为它是不可逆嘛，它不能回来嘛，不能回来哈。那因此我们说这两个过程，因为这个 B 它是状态有关，就是说这两个差仅仅跟它的状态有关啊。 initial 是多少， final 是多少，当中的路径哈，你走什么样的路径没有关系，只要是可逆就可以做，就可以积分。好，那么不可逆过程呢，我们也积出来啊，就用这个值积出来啊，它就是这个，因为这两个状态都一样嘛，起初跟 final 都一样嘛，就是这个。可是它不能算说，哎，它从 F 到 I 的时候啊，是多少？它不能算。因此我们就说，在不可逆过程中，第一个改变都是正值。是正值，这个例题仅仅告诉你说啊，这个例子它是个正值，对不对？我们还有其他的例子也可以证明，不可逆过程进行的时候，第一的改变都是正值啊，都是大于零的。我们现在再看一个例子 ,16-5。有一公斤的水，它从0度 C 加热到100度 C 的时候，第一个改变是什么？第一个改变是什么？一公斤的水在0度 C 的时候是，这算它的 initial state。一公斤的水在100度 C 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一就是它的 final state 啊。好，那么这个 state 可不可以用这个来算呢？一般是不可以，因为你加热很快的话，比如说我把一壶水从零度 C 要加，把它烧开，我可以用猛火来烧，一下子就烧开了。但是因为你烧得太快啊，就是不可逆，不可逆过程就不可以用这个，就不可以用它。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啊，这个不像刚刚那么麻烦，要另外找一个不一样的过程啊。这个呢，可以这样子，就说我还是从零度 C 加热啊，一公斤的水从零度 C 加热，然后加到100度 C， 可是啊，我不是很用猛火。我用很小很小的火慢慢烧啊，一壶水我0度 C 到100度 C， 刚刚我可以用猛火10分钟就烧出来，就是我现在用这个烧，烧一天才烧出来啊，慢慢来慢慢来啊。我们知道这个缓慢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可以控制哦，我们可以控制啊，这个温度我起初加一点点，然后再加一点点，然后再加一点点，然后我可以倒退回来啊，100度 C 的水我冷却的时候啊，我让它慢慢的冷却啊，一次冷却就等于抽一点热出来啊，然后再抽一点点，那这就是可逆过程了啊。所以当这个加热过程非常缓慢的时候啊，它是一个可逆过程，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式子。然后 DQ 呢，我们上次学过比热啊，它等于 MC DT 啊， M 克的水，这是它的比热，这是 DT 啊。那 MC 是个常数了，我们就提出来啊啊，然后这两个啊积分，100度 C 就是 373K， 0 度 C 就是 273K，
然后这个值就变成这样子。现在我们把这个值带进去 ，m 一公斤，一公斤是一千克 ，c 就是每一克的水，每升高一个 K 度，就是一个 C 度，要一个卡罗里的热，这就是它的比热啊。然后这个 log 这个啊，算出来是312个卡罗里，然后你用热功当量。可以把这个变成焦耳，是这么多焦耳。好，那么我们就从这里算出来啊，100度 C 的 D 跟0度 C 的 D 中间的差是等于这么多，那这个是增加的，对不对啊？如果缓慢的话，我们可以计算是这样子。如果你快速的话呢，快速的话呢，啊，那么因为它起初跟后来的状态都一样嘛，所以还是这么多，还是这么多，就是你不能这样算啊。那我缓慢可以算出来啊，但是我们知道从这里算出来，我们才知道你快速的燃快速的加热的时候。那 delta S 还是这个值啊。好，那么实际上啊，我们一般的加热没有说烧一天的了，对不对？没有说烧一天的了，那就算快速了，快速是不可逆。所以说实际上呢，我们的一般加热过程是不可逆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你只能算啊，它从0度 C 到100度 C 啊，这个时候它的差是312个卡罗里 per K 啊，所以这里我们看D 是怎么样增加的啊 ，D 就是 entropy 的改变是增加的。啊，注意哈，我们现在还不晓得什么叫 entropy 啊。我们只知道哇，从不可逆过程里面进行的时候啊 ，D 都是增加的啊。好，再看一个例子，再看一个例子，0度 C 与100度 C 的水各一公斤，把它混合在一起，就是你把100度 C 的水倒到0度 C 的水里面去，或者把0度 C 的水倒到100度 C 的水里面去，各一公斤。这个水就混在一起咯，我们就知道这个最后结果是50度 C 啊，对不对？现在要求这个过程里面 D 的改变，我们要特别强调 D 的改变只是一个系统末后与起初状态的差值啊，就是 D 这个量它的状态的差值。至于一个系统在某一个状态下 D 的绝对数值是什么没有意义，就好像我们讲位能的时候啊，两个位置位能的差是多少，比如说这我们天花板到我们地板差，假如啊是100焦耳的话，那你可以指定说哎，地板是0焦耳，假设地板是0焦耳，那天花板就是100焦耳了。如果你假定天花板是0焦耳，那地板就是负100焦耳，对不对？是相对的。那你说那到底这个地板上的位能到底是值是多少，那个没有意思，谁知道它的值是多少啊？我们只知道两个位置的差，这个也是一样。D 呢，只知道两个位置 D 的差，至于说在某一个位置它 D 的绝对数值是什么，没有意思啊。好，因此我们就可以假设设定某一个状态的 D 作为参考，它的 D 值是多少啊？
所以我们可以随意设定一个状态的底作为零，为零啊，作为标准。那么其他状态跟这个基准状态间的差值就是该状态的底值，就是说另外有一点啊，跟这个做标准的这个点它的低，比如说5个卡路里 per K 度，那么那一点的低我们就用它是就可以算它是5个卡路里 per K。 那事实上它是多少天知道啊。根据这个我们可以设定水啊，我们现在就设定啊，水在零度 C 的时候它的低是零， OK， 零度 C 的时候低是零啊。根据这个基准，一公斤的水在100度 C 的时候的低就是312卡路里 per K， 这是我们上个例题算出来的啊。就是100度 C 的这个是零啊，它的低是零。那100度 C 的水呢，我们刚刚不是算它从0度 C 缓慢加热到100度 C， 它们之间的差是312卡路里 per K 吗？那100度 C 的水假如这个是零，低是零的话，它就可以算是312卡路里 per K 啊。那么就说这个是低是零，这个低是312个卡路里。好，那现在我们不是算零度 C 跟100度 C 是多少，混合在一起，混合在一起就变成什么50K 呀、50度 C， 不是 50K， 50度 C。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把0度 C 的水一公斤跟100度 C 的水一公斤还没有混合的时候，这个系统的低呢就是它的低0加上它的低312卡路里 per K， 就是这个值，还没有混合是这个值啊。好，那么混合在一起怎么办呢？我们知道它是 50K 啊，但是你真的倒进去0度 C 的水倒到100度 C 的水，那它的变化很快哦，这是不可逆啊，不可逆啊。你要算这个时候两公斤的啊，就是100度 C 啊，0度 C 的水和100度 C 的水通通变成50度 C 的水啊，总共是两公斤啊，这个很难算了，这个不能算，因为它是不可逆的。好，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这样子算，我们假设最后它不是50度 C 的水吗，就当作这个系统混合以后它的温度是这么大，温度这么大，我们已经知道0度 C 的低是0， 100度 C 的是这低是312，那现在混合以后50度 C 的水是多少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可逆过程来计算。怎么算呢？就是我们另外拿一个两公斤的水，它在0度 C， 两公斤0度 C 的水它的低是多少？还是0啊，还是零啊，因为零度 C 的水它的低就是零，我们设定了，对不对？就是零。好，我们现在把这两公斤零度 C 的水缓慢加热到50度 C， 缓慢加热就是它可以是可逆的啊。这个时候来算它的低的改变，我们算它的 delta S prime 啊，可以用这个式子，可以用这个式子。那么我们再一次的啊 ,dq 等于 mcdt 啊带进去。这个三条线跟刚刚不一样了啊，这个字带进去，现在这是两公斤
2000克，这个还是一样啊，算出来它是多少？336个卡路里 per k， 或者是1406.5个 joule per k。 好，那么这里我们就知道50度 C 的水啊，它的 final 值是这个东西， final 的这个 final state 的 entropy 是这个值。所以 delta S 等于这个是它的差，对不对？依照上述的规定，0度 C 2公斤的水仍然是0，那么50度 C 2公斤的水它的 D 是336个卡罗里啊。那因此呢啊，那么这个总共的差，就是说混合前跟混合后，就是混合前，就是混合后，混合前的这个 entropy 是336啊，是312，混合后是336啊，这个差就是整个系统啊，0度 C 与100度 C 的水各一公斤，然后变成50度 C 2公斤的水啊，那么它当中的这个变化，它的差值就是24公斤。24卡罗里 per k 或者 100.5 个 joule per k， 那你看增加了，实际上它是不可逆的啊，所以又增加了。哎，所以从这个结果我们再一次的看到，在不可逆过程里面 D 的改变是正值，也就是 D 呢在不可逆过程里面，因为这不可逆过程在变化的时候，它的 D 总是增加的啊，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证明啊，这是一个事实啊。好，那么我们先就说啊，从这里我们看到 D 增加是什么意思啊 ？D 增加，我们现在还是不晓得 D 是什么东西啊啊 ，D 到底什么东西不知道啊？但是我们从它增加里头来看啊，看到一个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它的这个结果，看它产生的这个结果啊，我们就可以说，哎，这个大概是个什么东西啊？好，我们以最高效率最高的卡诺引擎为例，它的 efficiency 是一减掉 TC over TH。对不对？这个要记住哈，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哈。那么 TC 跟 TH 这两个的差越大的话，效率就越大。比如说 TH 比 TC 大，比如说 TC 保持定值，这个越大这个分数就越小嘛。那一减掉越小的分数，那么这个efficiency 就越大嘛，对不对？好，那么我们上述两杯水混合前，高温的水温度是100度 C， 混合以后温度降为50度 C， 混合前后的水虽然热量总值不变，它热量的总值还是在哦，你50度 C零度 C 零度 C 一公斤跟一百度 C 一公斤，它有多少热量？你最后混合在一起以后，变成50度 C 的水2公斤，它的热量跟前面那个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温度却是不一样啊。起初呢，你没有混在一起的时候，一公斤零度 C 的时候，另外一公斤是100度 C， 就说起初的水0度 C 的水可以构成低温热固的，就是说把它当作低温热固的温度，100度 C 的水的100度 C 啊，我们当作是高温热固的
温度，那当然要加273了啊。那么这个温差我们就用这个50度C 0度C 100度C 其实是100度 C 跟0度 C 之间混合以后呢，我们可以当作它现在的热库是50度C 50度C 那么它的低温热库还是0度 C 那么就是说现在低温热库都是0度 C 我们一个卡诺引擎它在两杯水没有混合之前的这个温度100度 C 跟0度 C 之间运作，用这个算，混合以后50度 C 跟0度 C 的时候运转，算它的 efficiency。 在算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什么 TC 都一样啊，0度 C 273K， 但是 TH 不一样啊， TH起初是100度 C 373，后来变成50度 C 323，那起初的这个 TH 比较高，所以起初的这个 efficiency 就比后来这个 efficiency 要来的高，就说你在100度 C 跟0度 C 之间让卡诺循环卡诺引擎运转，跟50度 C 跟0度 C 之间运转效率呢是100度 C 到0度 C 比较高，50度 C 到0度 C 比较低。你看它热量没有改变呢，它是效率改变了，效率改变了，它就好像是这个水啊混合前你可以吸取多少热量，跟混合以后你可以吸取总热量都还是一样，可是这个热量转变为功的效率就降低了就说100度 C 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热量要比你混合以后50度 C 的热量转变成功效率要高得多有这个现象。于是我们就说这表示同样的热能被利用的价值降低了，因此每一次不可逆过程进行后都有低增加的现象。低增加的现象就表示什么？热能的品质降低了。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把整个宇宙当作一个封闭系统，里面的能量是固定的，也不多也不会少，它了不起就是一种能量变成另外一种能量，但是这里就发现每一次有不可逆进行的时候呢，第一都是增加，第一都增加就表示每一次不可逆过程进行以后这能量的品质都降低了，能量的品质都降低了好像我们汽油跟空气还没有加到汽油引擎里面去推动引擎的时候，它的效率很高就说它第一次进这个气缸里面燃烧，哇，这效率很高。然后它变化以后排出来是什么？排出来变成什么？变成废气，废气还是很烫那个排气管你不可以随便摸还是会把你烫伤但是排出来的废气还能不能再让引擎推动不行了。你就说你引擎这么一转动，不可逆过程进行了，那我们大自然里面有一部分的能量就降低了，能量的品质就降低了。
所以 D 的意思，你看能量品质降低就是 D 增加。那你再吃，比如说我们吃喜酒啊，满桌的菜肴好丰富、你吃完了还有都是一些什么是不能吃的东西啊，剩菜我们人不能吃啊，那狗还是很好吃啊，啊你喂狗的话狗还高兴得不得了啊。没有人把这剩菜再拿去吃了啊，你请办一个婚礼啊，举办一个宴席，哇满桌都是剩菜，人家是隔壁用过的，你把它端过来，那个没有那回事，对不对？好，一般我们剩菜就是倒掉啊，就喂猪，那个就是什么垃圾，对不对啊？每一次宴席过了以后，什么东西增加了？垃圾增加了。啊，每一次不可逆过程进行的时候，什么东西增加了？低增加了。垃圾是我们食物变成的，食物的垃圾。啊，低呢是能量的垃圾，所以低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能量的垃圾，能量的垃圾啊！假如我一开头告诉你说，低就是能量的垃圾，你不晓得我在讲什么东西啊？低就是能量的垃圾啊！每一次有不可逆过程进行的时候，这个大自然啊，就有一部分的能量品质降低了，因为它。品质降低了，这就是变成垃圾。当然像我们吃食物，人不能吃，垃圾人不能吃，但是第一层的啊，狗啊猪啊猫啊啊还是可以吃啊。那这个是我拿这种比喻了啊，不过这个比喻有时候在某些国家也不准了，听说在越南呢，你吃自助餐呢、给好多菜啊，你吃不完的剩在那里，他又把它夹回去了啊，夹回去，你后来的客人再点菜又拿菜，又是拿到你刚刚剩下来没有吃掉的那个啊，听了以后都不敢去越南了啊。你看0度 C 跟100度 C 的水各一公斤，混合前两杯水的温度有明显的区别，这一杯是0度 C， 这一杯是100度 C， 对不对？这不是很有序吗？对不对？我一看就知道这个水是0度 C， 一看就知道这一杯是100度 C。 可是混合以后呢，一杯水2公斤，可是啊它变成50度 C， 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一杯这一大杯的水啊，你还知不知道哪一部分的水是原来那0度 C 的，哪一部分的水是原来那100度 C 的呢？分得清分不清呢？分不清了。那这就表示混合以后啊，变成一个无序的状态，比较混乱了啊。所以说 D 的增加就是表示我们大自然无序度的增加啊，无序的这个程度啊增加了啊，增加了，无序就是乱了，乱度增加了啊，乱度增加了，所以一就是代表一个啊乱啊乱，乱度啊，或低增加代表系统从有序趋于无序。以上就是我介绍 D 啊。现在你们有没有概念什么叫做 D 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
在这个我们热力学啊，热力学它是已经从科学的这个层次转变为哲学的层次啊，哲学的层次，这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大自然从有序变成无序会自然进行的，但是你从无序啊要变成有序啊，必须有外力的加入，外力的干预啊。比如说你一堆乱砖，你要变成一栋房子，它不会自己变的，你必须要有工程师的设计啊，然后有一些建筑工人来建筑啊，才能够做得成，对不对？人本来就是用来管理这个大自然的啊，让它不要那么快的变成这个你变成一个无序的这个状态。但是很可惜啊，我们人的天性啊，天性不好啊，好端端的自己自相残杀啊，没事拿武器就把别人杀掉啊。这世界上现在制造最乱的就是人制造，本来人是要管理这个世界的啊，可是人却是把这个世界搞得天翻地覆啊。说实在很可惜，这个上帝造人可能没有想到人会是这个样子啊。好，那么我们现在第一我们就介绍完了，最后我们会用这个微观的观点来谈地啊，就是用统计力学的观点来谈地。现在呢我们看一个例题啊，以克氏温标为纵坐标，克氏温标就是梯度啊，低为横坐标的图上绘出卡诺循环的路径图，证明在TS 就是这个纵坐标 D 为横坐标 TS 坐标图上任何曲线下方的面积代表系统是吸放热量啊，那个面积代表热。从 TS 坐标上的卡诺循环路径让我们导出热效率的表示式，卡诺循环的热效率表示式。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原来的 PV 图上面的卡诺循环，从 A 到 B 恒温， B 到 C 绝热啊，那么 C 到 D 呢又是恒温，然后 D 到 A 是绝热啊，它这样子转的时候是热机，这样子进行的时候是冷冻机，这是 PV 图上的。好，那现在我们要画一个图，纵坐标呢是 T 绝对温度，横坐标呢是 D 啊 S 就是 entropy。 好，那么怎么画呢？比如说啊，我们从 A 到 B 跟 C 到 D 不是等温吗？从这里到这里都是 TH 啊，所以这里取一个 TH， 然后从这里过来，这个就是等温过程啊，它一定在这条线上面，这条线上面。然后 C 到 D 呢，啊，这个过程一定是在这一条线上面，这条线上面，啊，好，那么 D 到 C， 这个是什么？绝热过程。绝热过程呢 ,DQ 等于0呢 ,DQ 是0。啊，因为这是可逆循环，所以它的 S, delta S 可以用什么？可以用根号 ,DQ over T, 啊 ,delta S 等于不是根号，七分号 ,DQ over T,DQ 是0，那么说 delta S 就是0。Delta S 是0的话，那就表示它的 D
是一个定值啊。我们就假定啊，我们就假定从 B 到 C， B 是定值，假定它是 S2 啊，那就从这里再画一条垂直线啊。那从 B 到 A， B 也是定值，这里就假定这个是 S1， 那就再画一条线，于是这四条线就交成一个长方形啊 ,ABCD, 那这个就是在 TS 图上面的卡诺循环啊。当它这样子转的时候呢，是热机从这里吸热，这里放热。当它这样子转的时候，是这边吸热这边放热，就是冷冻机，嘿。啊，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哈，刚刚讲的，嘿。